其實蒸魚咧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㗎。咁有時咧蒸得太耐啦，咁啲魚肉咧就會柴啦。但如果時間唔夠咧，咁咧啲魚嗰啲肉咧又楞住喺啲骨度咧，又生生地，有時有啲血絲喎。咁啊點蒸到一條靚魚咧？要請教美姐啦。如果想蒸魚咧，蒸到啱啱好，除咗控制火候之外咧，就可以呢樣嘢，就喺個魚鰭上高咧就介一刀。咁等啲蒸汽咧入咗去咧，條魚咧就蒸得好均勻噶啦。每次咧我哋洗魚或者湯魚之後咧，隻手咧就有一陣腥味噶嘛。有咩方法可以撇走呢啲腥味咧？整完魚隻手腥到不得了，有方法去解腥，就係咧拎個薑當佢好似番鹼咁樣樣，捽咁捽，你睇下，真係冇曬喎。但如果冇薑嘅話咧，可以用檸檬皮或者橙皮，一樣有咁嘅效果。